烤包子是你们哪边的啊？新疆，我们是新疆的特色，知道吗？专门是这个喀什那边。喀什的是吧？啊，喀什那边，对。你要烤多少时间？5分钟。对。越来越多了，也不知道这一锅有没有我们的。等一会儿，那个呢？那个小饼。那个要5块一个。也是5块。